魔就是魔，你们生而为魔，注定灭亡。曾想，宗门几派再次联手，竟然面对的是这样的机遇。一念执着，一念成魔。可怜世间，有屠天多少亡灵。的是你们，所有死在陆明轩手上的冤魂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
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母亲。母亲，母亲，你醒醒！母亲，母亲，别碰我！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同样的地方，我们最终还是刀剑相向了。剑一剑斩杀，死了，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握住他，与我同心同力，将六合剑一剑斩碎，
从此你再无生死之忧，世间的一切没有你得不到的。门主，门主，将成为世间至尊。若成为至尊的代价是生灵涂炭，我不愿意。天下生灵与你何干？万千苍生便是万千我与招摇，我爱他亦爱着人世，我不要什么至上的力量，我也不想成为苍生之主，我唯一想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命运。只有力量才能让你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你爱的苍生是毁灭或救赎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苍生从来不需要谁的拯救，我也从不畏惧死亡，丢了自己才真的一无所有。冥顽不灵，余暗，
门主，我可以为你放下一切，只要你安好。凡取天剑者，必因天剑而死。生命之重，不在生死。生死之外，何谈轻重？我愿为我的妄念葬身，纵使灰飞烟灭。想不到我将剑拔出，竟会遇到你。
剑。踽踽独行于黑暗之中，我的生命与灵魂是死水一样的寂静，直到有一人说他在我眼中看见了星空。或许他不知道我眼中只有夜幕，而他是闪亮的所有。回去吧，回万龙门。
救救我，我还有妻儿父母，我不想死，救我。成也苍生苦，败也苍生苦。梁光，是阁主在抚慰亡灵。如今凤山尸横遍野，他一人之力怕是承受不住。前程阁弟子，随我助阁主一臂之力。
少游。我在。女魔头，你再休息一会儿。回来了。厉晨岚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一醒来便问万钧剑。难道这万钧剑就真的没有封印之法了吗？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我就不信有什么是无克制之法的。一会儿我再去藏书阁看看，或许可以找到破解之法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我想交给你。这个你从何处得来？战场上得来的。这个东西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不知把它安放在何处，所以我带回了万路门。女魔头，你打算怎么安置它？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处理这本秘籍。母亲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久。明日我们去看看沈千锦吧。我和陈岚都觉得，最有资格处理他的人是你。